我是新阳里侨胞范良乐，我旅居新阳里已经近30年了。虽然身在海外，我依然能感受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日日强大的祖国。我刚到新阳里不久，靠摆地摊为生，受到很多排挤。随着中国国力不断增强，华人的地位提高了，我为自己的背后一个强大的祖国感到了骄傲和自豪。祝愿中国共产党100岁生日快乐！